们今天来到这边，后面身后有个电吉他，上面写的 Hard Rock 留学的巴巴佬，耶man，还有在国外待过的，应该可以简单的介绍 Hard Rock 是什么东西吧？ Hard Rock 就是重金摇滚的意思。好，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国际连锁的知名饭店。我跟你们提示一下下一关的东西。好，四个字，闷闷不乐，闷闷不乐，闷闷不乐。这一关呢，我们是有道具的。好，那道具当然有分天堂跟地狱。那要怎么去决定天堂跟地狱呢？来，刚刚有跟这把吉他拍照或者是拍他的人举手。来举手，有吗？可以看一下你拍的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拍吉他，那就是输家了。我们要承认哦，有拍这把吉他或者跟这把吉他自拍的。幕后一直觉得雅雅应该会拍，我没有拍。结果是本上，请问你是王美吗？不是，我是看你这样拍，我才一起拍的。好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的隐藏的关卡，谁拍最多就输了。所以你们拿到的是地狱道具，然后你们拿到的是漂亮。这个就是地狱道具，卖个关子，你们先选出一个人当代表，那就爸爸了。咱们不乐，这里，要内讧喽。先跟你们讲，这一整天的行程，会非常的累，几乎是铁人赛。都完了，讨厌，起床。等一下，你该治了。好嘞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安静，漂亮。来，我们说过了，我们这隐很多的隐藏关卡，没错。对，刚刚比赛就是看谁最准时，可以坐到餐桌上，是我们的黑队获胜。我爸，你当时没有说坐哪里啊，我们就坐那边。你们其实早就坐好了，是你们队长在拖拖拉拉。对，又想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慢，我慢慢来，我们就照自己的步调。好，反正对方有雅雅跟本烫，我们应该是赢定了。好，可以，来，没事，不要你狡辩。好好的珍惜这第一餐，因为后面的餐你们不见得吃得到。漂漂亮亮的、可可爱爱的家野吐司呢？我想问你们，为什么会这么的准时入座？我跟你们说了，现在再怎么说已经是台面上的了。不管你在台面上、台面下哈。做事情哦，宁愿早到也不要迟到，这是告诫你们这些人。对，我们里长博服务处的队伍的人，绝对不会迟到的。对，我们像那些排队的，看起来就是散兵一样。对，算什么东西？刚刚被指定派出来的是谁？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我。雅雅。在这一关之前，想跟你们讲一件事。我是。你要看我们这边呢，不然尊重好不好？要告诉我啊！抛开你们所谓的偶像包袱。我有偶像。该丑的时候就要丑，该吐的时候吐，该中暑的时候就中暑，该休克就休克。不是，我要个问题。他现在快休克了吗？我怎么？对。我要注意一下他的生命状况哦。上来，快点。天气够热哎，他会死掉了，他会脱水啊！超爷，你看我跟你就负责挖开，然后他直接进去，然后本趟开始，我们可能就从这边开始往下拖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唯一错的就是把他们打直，但是我们你要想哦，他们小只，他们的是什么汤匙乱的，没有，牙牙会乱动。不会，他们那一队哦，除了做效果没有别的了。来，我们准备开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往他身上推？在你啊，不可以推，作弊！起来，站起来！身上的，身上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
想象吗？好啦，我看你们可怜，来给你们一点汤匙。有差吗？踩下去啊！宝宝，让我跟你讲啦，你那个身形太大了。左边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好的话全员举手。OK， 好了，来，继续，全员举手，就二，好，来，我们好，来，全员举手，来，黑队先来检查，大家不准动啊！哎呀，没呼吸吗？呼吸很大，过关，黑队获胜。直接帮我埋葬！来，我们第一关就是我们的黑队草原队获胜。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关。啊，刚刚喝很多，这就是我们的小伎俩啊！说什么怕担心你们中暑，叫你们灌水，没这回事，我们就是不人道。都要吗？要，快要晒死了，不要。健康还是最重要，喝多一点，不要让自己脱水。我在旁边在灌，看谁先喝完这就灌水。我们第一支开始。哈哈，这是什么？不想让你讲话。哎，六块，我没有讲，自己分配了。你还在聊天呢？哎，你现在在掉点面。哇塞，他们是一罐多哦。来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全部喝完了，举手，全部喝完举手。来，全队要一起举手，快点帮忙，喝完的话就全部举手。快点，嗯，捏的，要不然很多吗？嗯，来，举手，白队获胜。草原你没降低啊？这一趟比赛就是为了保佑你们不要脱水，所以我们补充了满满的水分给你们。等一下，还要吐。他们就上惩罚。看到我这巨无霸的饮料，哇，是四个人一杯吗？赢的人，有奖励，真的假的？来，那个，哎，我要，真的，很棒，太帅气了，我也要跟你们换，我带上去，注定要赢的人，对，来，我们拍照，你看，但现在减肥，现在真胖，我们开始很开心的接受惩罚，所以我以为先很开心。这么开心啊！痛苦的开心。你刚才喝完一瓶水，这个也蛮好喝的。哎，好好喝哦。他又一定要喝，又不要一杯看。都错了。这是什么 ？OK， 我们奖励也结束了，惩罚也结束了，那我们就直接移驾到。第三关吧，对，来，我们这一关就是智慧关。啊？对，他也可能本趟充满了智慧。好。来，没关系，来，总共会有四题，所以你们先派出一个。我觉得就派年纪最大的吧。好，先队长对，你觉得年纪最大的开始。好，来。怎么样？你们抢答，听到题目。知道答案就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们是快乐好儿童。好荒谬！举出三位埋下 YouTube， 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是快乐好儿童。来，你约翰在这里，你是五六七 ，Cody，Cody， 还有 Jeff 影帝啊，我 Jeff 影帝啊，还有旁边几个帅，哎，帅。一二三，这一，你不是五六七，他想要把头拉我。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些都是五六七啊。没有，这关主是我啊，不是我们这个。好恶心啊！什么？输的要闻赢的腋下十秒钟，然后要这样啊。Oh my， 好废哦。来吧，来，这种汗比较多一些。一、二、六、十。哎，你白生了，他大汉无看过人要评我意思的。来，第二关，来，你们可以派出另外人马。好，派出最聪明的，来吧。啊，我的，笑死我了。第二题有关吃的。那我来，干掉他。那他叫谁主屁呀？来，这个是选择题，都不能出声哦。你们知道答案就先做动作，等我 Q 谁，你们才能讲。号称马来西亚水果之后。A 山竹 ，B 榴莲 ，C 红
毛丹。开始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们是快乐好儿童。来，等他。哦，知道。三组对对的，三组。啊？确定？确定？那你要不要复打？来，你再做一次。好，来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们是快乐好儿童。好想听。我们是。哦。五秒钟，哎呀，你看我会不会怎样啊？人家会肚子痛啦！你要把肠子拉出来。黑黑的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是胖子都知道他的肚脐会很痛。对，其实很难清。你不要故意弄我。要省，要省一个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是不能做游戏啊！怎样？真的很恶心。我操！你们要怎么选队友？你们选好了？还没，好。地区位置，地小好吃啊！我说台湾之外，其他都不行。不要拍出新北啊！你不让队友玩了？对啊。我很好玩啊！他是有智慧的人。来，准备哦。怎么样啊？来，准备哦。走，走路哦，不是往上哦。马来西亚的首都为 A 新加坡 ，B 马六甲 ，C 吉隆坡 ，D 花莲。一二三，三三二一，我们是快乐好儿童。来，谁先？基本上，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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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吉隆坡，少年，少年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比较快。对，我觉得你比较快，我觉得你比较快。直接来了，没有选择题。来，没有选择题。马来西亚的，走吧，走啊。对，马来西亚话怎么讲？你赶快做动作啊！啊，不是说直接 Q 我？还是要做？三三二一，我们是快乐好儿童。干干，好过关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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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再来是自然生物，一样是选择题，来听好哦，不要破题哦。马来西亚最多的树是什么树？棕 A 棕榈树 ，B 橄榄树 ，C 江直树。坐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们快乐好儿童。咬牙。我去。这有没有念？他有念吗？有呀呀！你们在干？既然有争议的话，我们用猜拳。我在讲答案了。啊，你确定要选那个答案吗？你选什么？我听一下嘛。你确定吗？橄榄树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你是棕榈棕榈树。在车上，导游在讲话，你会一直不停，一直睡觉。莫非是江直树？来，答案就是我们的棕榈树。十八，来，哎，好可怕呀！什么东西啊？拔腿毛。我们一般拔腿毛是用胶带，但是这是大力胶。啊！感觉好像毛很多哎。我要逆拔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粘齿毛？一、二、三，对。哎呦！哎呦！流汗呐！有。流汗有吗？是啥？有了。这个是知识题，有选择题哦。新加坡的 B。跟马来西亚的币差几倍？哎，两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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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杯，交杯啊！我这样真的很想往上嘴巴捅。我超想的。对，还是要拍。我的妈呀！然后还是韩老板这边。啊！刺激了！我还想弄死你！不会了，还有人给我就弄死你。这一关就是平手，那我们前往下一关。我们到了中午，大家饿了吗？好，自己的午餐自己
机解决，这一关就是靠你的脑力、记忆力，还有团队记忆力。这里我们桌上有九张卡，黑队先选一到九，选一个数字，三、对、七。好，好，请你们各自去找这个东西，并且把它买回来。The milk tea. 康巴叔叔，康巴叔叔。可能吗？你是康巴叔叔在那边外边。多吉拉，吉拉，多吉拉，多吉拉 ，T I T I T R B S B S， 啊，比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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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Excuse me。Can we with bread? Bread. Yeah, it's this. Yeah, yeah. Thank you. 这关你们派得上用场，我好开心哦！完全背不起来。Sadura Jack, can I touch? Yes. 买单，买单。要了，真的找他，他们找到了，我们早就找到了。他们绝对点不到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好像是鱼，然后是什么什么山鱼，亚山鱼，这超难念的。我觉得有点问题，因为他有一个讲到一个 SARS， 没东西，不要破坏道具。我怕有隐藏道具，那我也稍微过一下。哎呦，那就是你要点好，哎，看吗？想看不能看。差太远了。不过已经知道是赢的比赛还叫比赛吗？两杯大杯的冰拉茶，冰块少，少来没有这个半糖加奶。他刚刚没有讲，你不要想骗。多点泡泡。我们这个是直接按照上面的翻译的。他刚刚有讲这个而已啊。我想，就算你们拿对，也是要得到惩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善用自己的小聪明，被我们幕后团队抓到了。怎样？就是讲英文。你们怎么办？就是讲英文。I can speak English. I'm winner. 隔壁那一队是直接用马来西亚语，很惨，对吧？那我们要不然我们现在再重抽一张牌，我们再重新。好 ，OK。因为他们那些根本没人会赢。Yeah！ 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折腾好久，我们练了十分钟在编队。OK， 胜利。Yeah！ 完成。谢谢。啦！这整个一份小的罗勒，然后不加小黄瓜，酱少，不加小黄瓜，没有小黄瓜。哎呦，看到吗？哎，可是这很奇怪，你们当初解释又没有讲。没有，我们就说用这个点餐。好，不管了，下一张来。天霸高级高级哦。隔壁鹅，鹅，哎，鹅，鹅，鹅，明天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，OK， 给你哎呀，毛粉，毛粉，大漠个巴，那个盆，那个盆，那个盆，还有一块就讲四杯香醇咖啡，哦，对，谢谢，走，哎来，哎呦。四杯小杯咖啡有没有？对，对，好。两杯热的不加奶，哎呦！两杯冰的加奶少糖，哎呦！这里有，没错，哎呀！谢谢！你们两位队友很强，超强！谢谢你们！Tu a glass ice tan bad, su su calamaris。好。一份烧鸡饭。有，要鸡腿不要鸡翅。有，来呀，来翻过来，你们念一次，你们怎么点 ？Satu nasi ayam， Satu nasi ayam， Napa， Napa， Napa 就是 Napa， 它就只要鸡腿，然后后面那个是不要鸡翅。我们为我们的智慧鼓掌一下，来大家一起掌声一下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好饭，哎呀，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去抽到你等一下抽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们会强迫他一定要给你一样东西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拿对方东西嘛，他不能都不给你，他最少要选一样东西给你。所以这时候你的套路跟话术就很重要。来，请抽牌。
哎呦，充电线。哎，这个很简单啊。你可以找你三个队友，或者是你只要找其中几个队友。你要想办法从他身上拿充电线。人多就会搞砸事情，像本趟呆头呆脑，他一个动作人家就知道安西啊，古拉就傻傻乎乎的不会话术。我会想要选择告诉雅雅，因为我有充电器这件事情，他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所以要跟他要到充电线可能又有点难度，而且他心里会有防备。哎呀，这个很猛啊！这个是要做好心。好 ，OK， 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哎呀，镜头看一下，来打开。哦，好险，都在男生洞啊。对。现在你抽到人物卡，你的任务对象是他，但你的任务是这个东西。行动电源。我刚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他借啊。我换一个，再重新抽一次，假装我们。护照啊，古拉没有，我昨天有确认。你的任务对象是古拉，然后你要偷的东西是他的护照。用偷的，他说你要拿护照，就故意跟他讲说，我要你的身份了。他不跟他对。我打算自拍。我再就跟所有人都说护照，我说舅姐要。他们已经开始在玩了。我新美在草原房间，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新美说，草原刚刚说你回来的时候找我一下。还有是不是已经开始了？不知道。古拉。舅姐说收东西要办退税的，还要护照跟机票。你没穿衣服票？我的东西在大妞那里嘞。好，那我找大妞。奇怪，这是充电线对不对？对对，对时间。嗨，等一下，他已经是抽到我的，不然他不会叫我把助理调开我房间。新北，我到底有没有要给啊？徐新北，打架就新北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什么东西、啊？电脑的，这是不是充电线？是，应该是要手机的充电线，但你可以找一下。这个是充电线，没错吗？要手机的。变好变态，快走走走！大妞，古拉说他护照在你那里。你先问他了是吗？对啊，他跟我说在你这啊，所以我才过来。游戏结束我就还你了。那你要本套的吗？就都给我没关系。Yes， get it。韩俊老师在偷我东西，韩俊老师是不是进我房间了？故意把我助理 Q 走，我就知道他偷我东西，但他偷不到啦。You see？ 游戏还没结束，游戏还没结束，是吧？那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，成功了，好好看。哎，游戏结束，好呀，出来，结束了啦，都玩了，很猛哎、欸，就是你的，就是我的，啊，是你的，没事吧？东西外头抓起来，他借我用啊。我想看到你的充电线在哪里。来，我相机包了，他全部都把你翻了，你是不是有老叫唤？早就拿走了，偷摔我镜头，没有，我从现在老板车上，好，我输了。那胜负很明显，就是我们的白队获胜，那黑队就是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到园区里面，然后学马来西亚民俗舞蹈，然后换上他们的服装。输了就是要认，我们还是会跟你的队友讲说，你一开始想要学，选择自干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回放。我觉得质感会好一点。不是啊，你要想哦，等一下，古拉在楼下，然后那个是朱睡石，来，看怎么帮我助攻。你看战斗力，等一下，来这种情况下，助攻，是什么主动？佩服。你们等一下要受到惩罚，因为你们团队输了。哎，他还是有防备心的，我跟他说。舅姐要跟他们拿东西退税，然后他跟我说在大妞那，我找大妞的时候，他要说那问舅姐，他要 double check 是不是是舅姐要拿的。一开始我们跟他讲说，你要选择跟你的队友讲，还是你要自干？他说我要自干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转场到园区吧 ，Go。哎呀，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啊！对，我们有睡满午觉吗？没有，本趟的，好吵。本趟应该睡得很饱吧？很饱，他饱惨了，不要问他了。对，在你们睡午觉的同时，已经分出了胜负，就是你们的队长
黑队队长、白队队长都分别被我们叫来比赛了，现在胜负是白队胜利。哇！哇！什么事？你们都做些什么事赢了？主持人，虽然草爷输的原因之一是自干，但是不过也情有可原，因为他队友真的都是队友。哎，我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你不要讲话，就是你在录他，而不是录我。你也不是，你不是队员吗？你在录我，你在录我，你在录我。哪有？你一进来就躺在旁边，然后没谁叫你吗？不是一进去就叫他？哪有啊？输的就是输嘛，输没错。所以我们就要来惩罚，我必须要你们换上马来西亚的民俗服装，然后再搭配他们的土风舞，也就是民俗舞蹈。哦，这也可以。其实也不算是惩罚，这就算一种体验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也很好。那我们就换衣服吧。啊，好 ，Go。最卖力的，就是你是有一度抓不住那只马，地板太滑。那事实上表现不错。那其实我们笑的原因其实都是你。为什么？我跳那么好，你的嘴巴很不安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是很帅啊。
哇，那我们的惩罚也结束了，但是因为经过大会的商讨，我们给黑队再加10分。加分的原因是因为帮马来西亚宣传他们的文化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真的太令人佩服。是我们为马来西亚就是做点，这是对的。你们也很辛苦，我看到你们的努力了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棒。那你们也跳得很好看。我们现在太阳也下山了，对啊，今天大家也精疲力尽了，我们就期待明天的挑战。现在总积分多少？总积分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哦。哦好，我们今天就到告一段落，我们准备到明天一跳水。